拍肩肩奏。Instrumental。哦，肯定是大鼓后半啊，对啊，大鼓才正拍啊。正拍。Bridge。都在正拍哦，没有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有，你这样只有七下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对，是八下。一二三四。对, 對, 對、欸，没有啊，应该是九下，九下。九下，九下，对对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所以是下一个正拍下。哎、欸，刚刚是反了。我们要再试一次结束吗？要，然后先那个若姐想问一下，到这边大概多久？这首吗？对对对，这首歌到刚刚那个地方大概多久？到刚刚那个地方、哦，就转下盼望，5分40秒，五分四十秒。那我在思考，可不可以加祷告？就是可不可以这样？对啊，你说可不可以？加祷告。对啊，哦，好像可以，因为骆驼没有很长。我不知道。我觉得骆驼，你刚啊，帮我看一下时间啊。如果要加，再加是来得及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就是我们反正如果要加，我应该是三后面接祷告。三后面接祷告。那祷告走 bridge 和弦。对。好啊，我这边是 OK。不好按。我不会不好按，我担心是不好、好吧，先这样吧。嗯，好。先这样。好啊，呼召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我们还要走个结束一下，这首歌要快一点咯。好，我们副歌后半来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我们就到40分。好，副歌后半，4 3 2 1，我们要结束咯。就反正它是两拍完，然后下一个正拍结束嘛，所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对，所以这首要怎么好？好，再一首，一二三，副歌后半。One, two, 看你要不要唱。好啊，好，他应该就结束了。我觉得应该不会这样，因为这样再接一个，那是 for recording。好、哦，我不会，我以为结束了。好，好，那就先这样。开我的双眼，快走一下，副歌就好，因为我们只要唱副歌。F key。那个如果不知道和弦的话，群组里面有。对的。
的双眼。接近了吗？这样。的双眼。后面啊。差不多就这样。好，等一下呢，要麻烦胡翔跟雅芳姐要从舞台的左边下，然后胡翔，你的麦克风要帮我给飞成 ，yes， 然后若雨随便你从哪边下。然后中俊你从右边下，然后你的麦克风给于彤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等一下下台限时结束的时候，要麻烦陈伟跟胡翔两个帮我上讲桌跟水桌，可以吗？陈伟跟胡翔，好不好？陈伟 OK 吗？应该可以。好，帮我上讲桌跟水桌。好，目前应该就这样子。有没有需要沟通协调的吗？关于舞台上的部分。我听不到你，为什么不用麦克风讲？对，打高完就可以直接下了。好的。好。OK 吗？所以等一下，大家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。博轩，一样六点十分要准备，好不好？谢谢。One, two,